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元投顾王新杰。我想，整个在整个外资仍然高达二点六万口的一个空单的一个好、哦、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早盘大盘指数稍微做个震荡，但是在整个中尾盘过后，哦，整个外资的一个空单就开始做个聚集的一个动作。那、啊、从整个关押，不管是说台积电。 或者一些金融股、台塑、士包等等这些的全职股，当然是为首的，还是在所谓一个台积电的部分。那整个大盘加权数指数盘中一度下跌的超过一百四十几点，那中长的呢是以下跌九十七点，收在一万六千两百一十五点。所以看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今天开平高，哦，开平走低，下跌了一根周九十七点，哦，今天等于是一个压低做个结束的动作。 你会发觉行情几乎完全都在我们的视线规划当中。好，那整个近来行情到今天为止，都事先在我都在我们的视线规划当中。接下来行情你该如何操作？哦，如何在股票市场趋吉避凶赚大钱？长期下成为长期下来少数的一个赢家。这个就是在整个接下来我们啊、哦、半小时节目里面。 今讲是要跟大家分享重点在哪边？第一个，针对整个大盘加权指数部分，我想外资虽然昨天有获利，啊有做一些空单回补的动作，但是我相信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是三也提醒大家，虽然外资在昨天有稍微回补了一些空单，但是你不要看到昨天外资补了一些空单，你的戒心马上就失去的，你的戒心马上松松懈下来的，你就怎么样又开始天真乐观的以为。 短线的危机已经完全解除了，好，或许你昨天还会想说啊，外资也没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在整个昨天，好空单也开始做一些回补的动作。但是你回过来会换个角度，就是因为外资昨天给你补的三千多口的空单，但是所以让你失去了戒心，让你降低了一个所谓一个哦，你的戒心危机意识的时候，你在今天盘中拼命还在追加做多的过程当中。 外资在中尾盘开始发动它的一个奇袭、空袭的动作，哦，我想最后大盘指数还是中长 A 压低下来结算，对不对？嗯、所以我在过去这段时间跟投资者三月提醒你，外资不是吃素的，外资不是说嘎，对不对？你绝对要相信外资在满手的空单，如果他真的要给你往下灌，让空单逢低，做个获利回补的动作，那外资。 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哦，给你关押全指股，把指数关下来，对不对？我相信，其实外资之所以前两天没有做比较明显的动作，应该就是在等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适当时机，做个出手的动作啊、哦。所以，那结论来的，当今天的这一根中长阴压低下来做结算，接下来行情该怎么看待啊、哦？我想，我待会会在节目里面。 再给你再再你做更进一步的分享动作。那除了说整个大盘加剧指数接下来行情该如何看待之外，我想针对哦整个这些的股票，第一个我相信现在一些比较热门的股票，它不会特别是，在一些 IC 设计股部分，敦泰今天可以爆量开高走低，松汉今天可以爆量开高走低，这些高档爆量的一些 IC 设计股，那昨天是联勇爆量开高走低，今天是敦泰松汉爆量开高走低。 这些在高档频频爆量开高走低的啊，甚至是看到中长黑的一些爱惜设计股，接下来你该如何操作？我想我待会在节目里面啊，把我的看法提供给你做个参考的动作。另外，在整个银建股的一个五五三四长红，今天就算大盘指数下跌九十七点，但是我相信你也看到的，长虹今天持续震荡走高，哦，仍然逆势收红，再度的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这段时间，从整个长虹、国阳、冠德等等这些的银建类股，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哦，这些是我该公开带你操作的银建类股。那我没带你做的银建类股，你也看到达兴工，你也看到国产，看到华固，好、哦，甚至永信建设这些银建类股最近的涨势，都相对百分之八十的电子股强势。我相信你自己心里有数。那不是现在不是说现在不是在地法院。 还在什么？好、哦，所谓的房地和一税二点零版，在做什么打行的动作吗？好、哦，那你为什么在打房、打房、打炒房，打到最近在涨的，等于是过去这一个月，几乎盘面上比较相对强势的股票，很多都是在低本一比、高股息之月。银建股的身上。那我相信，其实，在过去从整个不管过去这十几年来，我说不管在马政府到整个蔡政府，哦，多少次的打房。 甚至我记得在三个月前，十二月初的时候，央行的一个打房的动作，我相信我都善意的提醒，好，把我的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当然我讲过的，我没有在炒房，好，我只我的房子就是自住的而已，好，我只有一间房子自住的房子而已，所以我也没在炒房，我对炒房也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我觉得说我个人看法很简单，如果房地产可以涨五成，哦，那相关的硬件类股可以涨，可以不道涨好几倍。 其实应该这么讲呢、啊，房地产涨一成啊，啊，银建股可以涨五成一倍的，那我要去炒房，拿大笔资金去炒房，去投资房地产赚那一成，还是我干脆在银建股里面赚五成一倍比较快？那我相信各位投资者聪明的你都知道嘛，那当然来买银建股赚个五成一倍比较快嘛。而且你你去投资房地产，你要的资金水位又比较多，你来买股票，你只要几万、几十万。 少则你大概几万、几十万，多的人你几百万、千万做都可以，是不是？而且投资报酬率又比投资房地产的报酬率还要高，啊、哦！我讲的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你自己心里有数。但是为什么我虽然没在炒房，可是我还是很客观告诉你，好、哦，如果房价会跌、啊，你要永远只用一个逆那个逆向思考啊。如果房价会跌啊，政府不用打房的啦；如果房价会崩盘呐、啊？ 政府不仅不会打房啊，他会想尽办法要救市、救房市、啊。你觉得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如果房价会跌啊，政府不需要打房啊。如果房市、房价会崩盘啊，好、哦，房地产会崩盘啊，政府还会比你更紧张的来救房市。那换个角度来讲，那这边现阶段房地产根本没有崩盘的疑虑。 所以，我为什么从整个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甚至过去这从整个十二月份央行的打房，到整个最近这几天你听到的所谓的房地房地那个房地二合一税的二点零版，好、哦，最近不是要在整个立法院这边删读吗？对不对？我还是跟你讲一个东西啊，与其期待，好、哦，与其期待政府把房地产打下来，让你有便宜货可买，对不对？便宜的房房子可以买。 你倒不如比较积极一点，怎么样？哦，想办法让自己多赚点钱，想办法让你自己在股票市场或者在基金的投资部分，就是所谓的投资理财，多赚点钱来买房子。我认为比较实在呀、啊，就如同信教师十几年前的信教师一样嘛。与其期待政府打房，把房地产打下来让你捡便宜，你不如就像。 过去这十几年来，信教师一样，不如积极一点，想办法如何透过投资理财，长期下来稳定的稳健，让自己赚大钱来买房子，你不觉得比较实在吗？你觉得信教师讲话有没有道理？好了，就算房建房地产给你打房了、啊，打个一层好的啦，你买得起吗？打个两层好的，你就真的买得下手吗？打个三层好的，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吗？因为腰斩呐、啊。 一间房子还是要几千万嘛，少则一千万，多则好几千万嘛，你也未必是买得起嘛。所以回过来是跟你讲，做人脚踏实地最重要，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对不对？静下心来思考，怎么样让自己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多赚点钱？那除了工作赚的钱可能还不够，那怎么办？就是透过把工作在你工作赚的钱，好，然后节省下来的。 存下来钱，如何透过投资理财？如何透过投资理财，把你的钱从小钱慢慢的变成大钱？那我相信你只要拉长一段时间，你绝对有能力靠自己的能力，哦，买到房子。我相信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哦，在这边跟大家共勉之。哦，我相信我的我是过来的人，所以我只把我的经验。 公开的在节目中可你说分享动作，好，那回过来，我包含在整个国阳科技创新高大涨四成之后，我想在过去这几天，有一直可以讲的，这档国阳第二，今天我怕你正式取名，不要国阳，要国阳第二，看起来好像比较怕你搞混的，那叫做美丽人生。好、哦，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跟你谈我的国阳第二就，就不打，就就不讲，我就讲美丽人生。这张股票今天再创整个破段新高上去，那你会发觉一件事情，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 请问大盘指数有大涨到哪边去吗？没有哎、欸，对不对？甚至换个角度来讲，你从整个新春开红盘，当天大盘指数大涨五百多点，在一万六千五百点，一个多月时一个月时间过去的二月十七号开红盘，今天刚好是三月十七号，一个月时间过去的大盘指数并没有大涨到哪边去。可是你们发觉，我过去这一个月，信嘉是跟你公开分享的低积极、低本益比、高股息值率的股票。 是不是几乎上涨率叫做百分之百，涨多涨少，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涨给你看，没错吧？涨多涨少，现在就是涨给你看，过去这一个月就是涨给你看，涨什么？涨低周期、低本益比、高股息这些股票，所以我为什么从整个过年前，回者跟头这么强调的，甚至在过去为，加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我还是这样告诉你。 我说现在盘面上的只有两个重心嘛，第一个法人的具体做账股嘛，但是如果说你去买去追逐法人记账做账股、具体做账股，你去猜这法人到底最后会拿什么股票去做借做账，我跟你讲啊，你还未必会赚到钱呢。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因为你搞不好法人具体做账，难道每一档股票给你拉到最后一天三月三十一号吗？不会嘛，你自己很清楚嘛。所以当你去追逐， 所谓的法人的集体作战股的时候，你还要，你还得做得心惊胆跳，害怕你去追逐法人的集体作战股，会不会哪一天你进场去追了所谓法人的集体作战股，然后哪一天盘中开始，法人给你反手砍股票，给你做个出货的动作，害你套在短线，甚至搞不好拖套在破断或者中长期未来好几年的一个。 好，未来好几年也可以相对搞当局对不对？你去拼所谓的法人基地作战股，坦白讲，你到今天你还未必赚得到钱，拼错股票还会赔钱，因为你以前投信、投信买很多的，并不代表代表继续买到三月底啊，有的他已经开始获利了结在做结账了、啊，对不对？但是你回过来，你过去这一个月，我说这种叫做看得到一定赚得到的，这种叫做送分题啊，就是摆明送给送钱给你赚。 对，这个就是人嘛，喜欢摘天上的星星，总是觉得天上的星星比较美，但是你却怎么样都摘不到，对不对？那这股，然后弯腰捡钻石，弯个腰，轻松弯个腰捡颗钻石，你就有钱了，你却不愿意做这些事情。那在股票市场也是一样啊，去追逐所谓的短线强势股，追逐所谓的主力股、投机股、所谓的名牌标股，所谓的一个。 法人的具体作战股，搞了半天，今天还不一定赚得到钱。但是如果你很可以愿意，很轻轻松松的、很简单的弯腰捡钻石，捡所谓的每一年，这过去的历史经验就已经每一年都告诉你的，对不对？过年完之后到三月底四月份，过年完之后到三月底四月份会涨的，叫做低基期、低本益比。 还有高股息资率股票，因为从整个过完年之后，到整个三月底，去年的财报都一定要公布，而当去年财报公布了之后，是不是上市贵公司随时就会公布所谓的今年的配股配息？所以你会发觉现阶段在涨的叫做高股息资率股票，好，如果股价极其低，本益比又低的这些高股息资率股票，越会涨，本益比越低。 机器越低，股息殖利率越高的股票，短线越会涨。你觉得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好、哦，高股息殖率股票，我再重复一次，绝对不是等到除夕前再去买它。等到除夕前你再去买这些所谓高股息殖率股票，你每一年都让你买在波段相对高档，除完息都先贴先先贴息整理再说。百分之八十的高股息殖率股票。 除完息之后都先贴息整理完，先整理一段时间再说。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买这些所谓的低基息、低本益比、高股息的股票，不是现在买的，叫你报到什么六月、七月、八月去除息。现在买就现在嘛，现买现赚了讲白一点就是现买现赚的，送分题、送钱给你赚的股票。事实证明我讲的是对的，你过去这一个月，你跟着信角的脚步。 买低基期、低本一比高股息值的股票，你到今天为止你胜率百分之百，对不对？你胜率就有百分之百。但同样的一些高档爆量与均线管理过大股票，你追高很容易套牢。那这些高档爆量均线管理过大股票，也不用我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你知道都是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大部分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小型的电子股。那你追高套牢？ 跟这边逢低买股买高股，其实股票在赚钱，这一来一回会不会差很大？我就不要讲太多啊。国阳你赚四成啊，可以去头去尾你赚四成好的，你一百万变一百四十万你去追那些所谓高档爆量的一些之前不管是过年前或最近涨多的电子股，你可以套个一二十趴就好的，套个二三十趴，一百万你剩七十万，套三成剩七十万，好买国阳。 一百万赚四成变一百四十万，追错电子股一百万亏三成现七十万。你要的是你现在剩七十万，还是你要现在跟新假设加组成原因要变成一百四十万？七十万跟变成一百四十万，一个月让你财富重分配，财富差一倍。所以这不是说你在电子股套的两成三成，你只是亏两三成，但是你在亏两三成的过程当中，我们赚四成，这一来一回我们财富差一倍的。 你要继续让你财富跟我们的信角社家族成员，跟信角社粉丝团的家族的好友一样，财富越那个拉距越越拉越开吗？我相信你绝对不愿意嘛。所以接下来如何换股以及如何选对如何换股以及买对股票，我认为也是接下来的重点。好，这里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因为很简单嘛，听得下去你就听得下去，听得下去的人。 你现在在轻轻松松、开开心心赚钱，听不下去的人、怀疑的人，你现在应该开始慢慢验证在货利当中，因为你在套牢赔钱，我们在持续的在获利当中。好，那针对这个大盘加权指数，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你知道，我全市场唯一只有讲的是我，每次都跟你公开预测未来走势。好、哦，那你不看围过来，甚至长期下来，不管在短线或者波段的关键转折，我们对的几率都高达八九成以上。 我不敢说我是神百分之百，偶尔我们也会有看错、做错停损的时候，但是至少长期下来，我们的对的几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好，那之前区间整理告诉你做多，好多单赚了八百多点，二点二倍，好高档跟你讲说小心千点的短线回马枪，一六一八零叫你不空单，下来七天将近千点的价差，开完盘之后我告诉你缺口一定会来回补，对不对？ 事后下来有没有回补？下来回补，你看到美国的费半指数，看到美国纳斯达，好 S N P 五百指数关破跌破期线的时候，我告诉你，原则上我认为期线还守得住，期线没有跌破之前就是高档震荡，好，目前就是在高档震荡。好，在这高档震荡过程当中，还记得上礼拜五我在节目中怎么告诉你吗？我是公开告诉你的哦。你看这短线这几天它上来。 外资是在逢高放空，外资给你买了补了一些现货，却是拉高的过程当中，又在开始放空台子期。那我说在放空台子期的过程当中，我们事先给你预告，下周三前，下周三前见中长黑。全市场只有我敢跟你讲这句话，下周三前见中长黑。礼拜一大盘小跌五点，昨天大盘涨个六十几点，好像看起来没有跌。 对你又开始怀疑我所讲的，对不对？结果今天有没有送你一根中长黑？今天它盘加权指数有没有送你一根中长黑？所以回过你会发觉一件事情：，不管在之前你看到的波段，不管看到短线，有没有跟我所预期的都一模一样，还没有跌啊，还没有看到今天这根下跌九十七点，盘中跌一百四十七点中长黑之前呢、啊，到昨天为止指数还在涨，大家就叫你做多做多做多了。 谁敢告诉你三天之内接一根冲场黑？三天内送你一根冲场黑。那你说昨天外资补了一点点空单，我也知道啊。我昨天还是在节目告诉你，短线随时会有较大的震荡。那今天不用多讲了嘛，就对了嘛。所以你要很特别注意哦。全市场只有信角是敢跟你预测未来走势哦。那重点我预测未来走势对的几率又很高哦。 你看三天前上个礼拜告诉你三天内建一根中长黑，今天就中长黑给你看了，又对了。你前两天怀疑的人，然后开始失去戒心，今天去做多去跑去做多的人，你今天应该后悔了吧？那你之前相信我的人，你就看到今天这一根中长黑下来嘛？你可以趋吉避凶，是不是持续在股票上赚大钱？没错吧？好，那今天这根中长黑下来。 接下行情怎么判断？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第一个，但是短线你特别注意，你先看外资的空单有没有做明显回补。哦，今天杀的这根中长线下来，外资的空单有没有明显回补？还有最近这几天美国股市的走势。哦，但是如果外资的空单没有明显回补的话，那短线你还是稍微小心一下下。话我点到这边就好。今天这根中长线下来，你去看看外资今天空单有没有明显回补。 如果没有补，甚至再给你继续加空的话，那我必须三月提醒你，短线你还是稍微小心一下下。哦，短线还是稍微小心一下下，这是第一个短线。第二个，就波段的角度，我还是没有改变。第二点、第三点跟昨天一样啊，真最近半个月的我的看法都一样啊。季线没有跌破之前，还是高档震荡。但是我们发觉一件事情，我都跟你讲高档震荡，我可没说季首稳季线大涨特涨哦。 一万七、一万八、一万九、两万点、三万点来哦，季线没有破之前叫做高档震荡，点到这边就好了。哦，季线没有跌破之前，现在叫做高档震荡，可没有说要大涨特涨哦。那最慢什么时候会破季线？新小师的家族成员每个都很清楚，因为我已经在传盘的传讯告诉他们了。上礼拜的留,留来听演讲的都很清楚。 那如果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破季线，到时候真的一旦跌破季线，我相信你看得懂啊。如果这盘破季线，头部就确立了嘛，你就看得懂了嘛。跌破季线会不会给多杀多的，再来先，一旦破季线，小心先来一波多杀多之后再往上涨。那什么时候可能会破季线？没关系，就算你不是我家族成员，你希望信杰老师我可以在关键时刻善意提醒你的。 就如同你要的，就三天前告诉你什么，三天内接一根中长黑。你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嘛。你要的就是还没发生的之前，能够事先跟你预告会发生嘛。别的专家做不到嘛。所有软体指标是到昨天为止都叫做买进讯号，都叫你全力做多再做多。今天杀一根中长黑下来，你看所有软体指标都告诉你他，它它它放空了。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跟你讲，短期指标叫做落后指标。所有市场上短期指标都叫落后指标，参考用，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参考用。但是信教师在节目中跟你预告的未来都是领先指标，我都在给你预告未来都是领先市场的。什么时候破季线？你加入我的粉丝团。 F B 的股市股市群会，Telegram 或者你这边看到的 Light 的账号，你加入粉丝团，要跌破季线前几天，我会在粉丝团的盘中的免费讯息听清楚，这是盘中的免费讯息，我会善意提醒你。好、哦，要破季线前几天，我会在盘中的的粉丝团的盘中的免费讯息里面善意的提醒你。好，这是大盘在台积电。 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之前的几个转折点，看过去带过去就好了。哦，对，季线上下买点，然后这几天跟你讲，短线、月线到季线震荡。那今天还是一样，今到目前为止，它台台积电是就在月线跟季线这边震荡，震荡完之后怎么做？你有台积电，你来找我就对的。或者你想保你有你手上有台积电的人，你想把握另外一次短期好卖点的，你来找我。 哦，你手上有台积电，你想把握另外一次短期好卖点，你来找我。没卖，到时候你不要后悔。哦，你啊，你不用跟我讲台积电基本面多好，那、啊、全部阿公阿妈每个都知道，只要有做股票都知道。好、哦、啊，既然每个有做股票，每个人都知道台积电基本面很好的时候，别忘了我当时跟你讲的，小心差协同理论。小心差协同理论。哦。 有台积电来找我，短期的另外一支卖点，我会善意提醒你，我会告诉你，我会通知你卖。啊，如果你对台积电有兴趣的，我不是说完全不能买，好股票也要怎么样，好买点嘛。什么时候出现真正的波段好买点，你来找我，台积电可以买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如同你前几天回到期前，我跟你讲，短期买点，啊，真的就从五百八十七弹到六百二。再来，敦泰。 今天报这个量，不管有没有高点，不管还有没有办法再创新高，上面记得哈、哦，上面留给别人赚，随时也准备留给别人套。你看这几天的一个喷出，这个不是主升段，我我担心这是最后的末端喷出行情。吨太我担心的是这是最后的末端喷出行情。记住，我跟今天跟你讲的哦，你手上有吨太的人，上面留给别人赚，以后随时留给别人套。 哦，上面留给别人赚，不用等，不不用等以后啦，随时准备留给别人套。哦，松汉，你看它只要短线爆量，一定至少先拉回整理再说。所以松汉这张股票跟墩泰一样，短线随时要做整理的。哦，连勇看法跟昨天一样，对不对？月线上下盘前，一旦跌破你自己小心。哦，长隆航苗明，我讲的低期才不好。 所以最近他会搭上来是反映财报利多，但是一旦长隆、阳明财报利多公布的时候，记住短线要记得获利把它打。哦，当然你如果有任何持股问题的人，我都欢迎来找我。好，那你说现阶段，你看从整个过年前后到到现在为止，过去这一个半月，我一直跟你讲买什么，低本益比、高股息这些股票，对啊，最好是再加个低基期最好了，低基期、低本益比。 高股息这类股票、哦，你看乔威是不是低基期、低本益比高股息、指数股票大涨上去？国阳啊、哦，电子股的达曼也是一样，也是属于低基期，也是上个礼拜一个礼拜涨，短短一个礼拜就涨了二十八。国阳啊、哦，这个你知道的，我说你知道对一档股票基本面有把握，你真的看好一档股票，你不需要股票每天的像其他专家一样每天变来变去，乱枪打鸟、是非镖啊。 我说，如果你对一档股票的基本面，你研究的够扎实，你有把握，只要股价没有完全充分反映到它的基本面之前，你可以波段搭配它短线价差，来赚它的真正的大钱。那你看，整个整个去年三趟的国阳的赚钱，三趟赚一百一百趴，对不对？这一次今年过年前二月一号，国阳达到二十九块，我送给关键报告说可以买。 从二月一号之后，我天天在粉丝团帮你追踪国阳，你自己很清楚。三十三块的时候可以国阳可以买，第一因为什么？第一，本益比高，股息殖利率有没有看到？最后大涨的超过四成，最后大涨超过四成，累积国阳赚一点四三倍。那你喜不喜不喜欢像信杰市师这样做股票？很轻松啊，你看到一档股票，波段。 涨多了卖一下，下来低档再爬买回来，波段搭配短线价差操作，试探赚一点四倍。长期下来，你绝对可以在股票上翻身致富。好、哦，之后跟你讲冠德，你看冠德今天盘中又又创波段新高，收盘收小黑，你大盘跌九十七点，你过去请问过去你这半个月你买冠德有差吗？你会套牢赔钱吗？不会呀、啊。 你过去这一个月，你买郭阳赚四成呢、欸，你买冠德赚十几趴哎，欸、对你买广达也不会赔钱啊，对，广达昨天还是创的破段新高啊，对，银建股的长虹，那不是打房、啊，那怎么打到银建股都在涨？那会不会这次房地合一税二点一版通过，会不会是利利空出尽？会不会是银建股的短期利空出尽？ 今天大盘跌只有十七点，长虹今天又继续创新高，来到八十五点八，对不对？你看长虹，哎，这个财报都还没公布哦，不然冠德哦，财报都还没公布哦。好，那这些股票大涨呢？我们看这种国阳第二，对,不对，指数在一万六千点，你这边很多人说要买股票，存股存股，十年可以让你赚十八倍，十年可以一百万让你变成将近两千万，你要不要？ 所以我现在跟你分享的股票，你会发觉长期适合你存股，一百万可以变两百两百两千万的标的。好，那不要说到躺长期十年。好、哦，今年波段你可以赚波段大钱的。这档国阳第二，你看在低档区，我告诉你，今天不是一根长红，管你大盘跌九十七点，美丽人生以后就叫美丽人生。今天又创波段新高，今天又创波段新高。 对，详细基本没有，陆续在粉丝团，大跟你，已经在跟你分享了。那这一档美丽的人生，我会跟你讲说，就是我今年接下来我会像国阳一样，带带你波段搭配短线加差，让你拼翻倍赚。这一档股票就是适合你波段搭配短线加差，让你在股票上赚大钱。如果你想五十万变成一百万，如果你想一百万变成两百万，如果你想两百万变成四百万，如果你想五百万变成一千万的人。 美丽人生，请你接下来锁定信角市节目。美丽人生，请你接下来加入信角色粉丝团。美丽人生这张股票，请你接下来跟紧信角色的脚步，波段搭配短线加仓，让你倍数翻。好、哦，那如果你想买的安心，报的放心，最后赚的开开心心的投资。你可以加入信角色粉丝团，或者加入信角色粉丝，好、哦，加入信角色加入团队，或者加入信角色粉丝团。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